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神曲疯人院，我是主持人小水，也是久治不愈的神经病病长小水视野。那么我们呢，这档节目呢，里面有神曲，即将成为神曲的洗脑歌曲，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哦。有一次我在公司里面上厕所就忘带手纸了，当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，我就说了，我说我没有带手纸，谁帮我送点手纸来？当时600多个赞，没一个人给我送手纸的。今天我给大家送来第一首歌，排名在第三位的赞赞赞，看看到底赞哪个赞。的浮水被抚美就在我对那么这首歌呢，我们本周给它评为冲锋等级3颗星。为什么是三颗星呢？因为我觉得这个唱呢倒是一般，但是它的服装绝对是响当当了，真的。你看那一张丧夫的脸，再加上那一套青了吧唧的那个衣服，我就觉得像不像古代《白娘子传奇》里面那个小青，成天看着姐姐和姐夫两个人游山玩水，自己拿着一个手机瞅着，你们点个赞吧，但是心里面想赶紧分手啊。我知道这么一个事儿啊，什么事儿呢？有一天，一个女生问她的老公：“老公，老公，你爱我吗？”“爱。”“那你会抛弃人家吗？”“不会啊。”“那你为什么不会呢？”“因为我根本就抛不动你啊。”其实大家都知道啊，现在这个社会当中，美女就想找帅哥，帅哥还想找帅哥。接下来呢，给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于本周排行榜第二位的《分手吧，是我让你累了吗》。说吧，是我让你感觉累了，放弃吧，就算流泪也无所谓，你可以自由的飞，我继续一个人追，不想让你看见我的颓废，忘记吧，忘记那些曾经的美，结束吧，结束不该有的伤悲，就算被伤痛包围也不会奢求你陪，不想让你看见我最后还流着眼泪。刚才大家播放的这首歌呢，在本周冲锋指数为4颗星。为什么是四颗星呢？刚才就是因为那个女生的脸唱歌的时候一直面无表情，面色惨白，就好像很多人欠你100块钱不给你似的。我真的是想不明白了，如果你真的想要钱，我给你吗？对不对？这个年代好男人你找不着，好女人还是有很多的。我刚才不是相亲去了吗？相亲了之后呢，我就特别的晚了，我就直接随手打了一个三蹦子。但是呢，我就看三轮车慢慢接近我的时候，我就有点不对劲了。那三轮车那人穿的也太好了，阿玛尼的西装，4杠的阿迪鞋，真的是太有钱了。那手表，那大金链子戴的，我直接就把手伸回来了。当时那三轮车的车主就对我说：“哎，小伙子，5块钱走不？再说了，你说那么有钱的人开一个三轮，那说不定要把我肾卖了，直接换2个苹果6再倒出去卖挣的钱。”那今天呢，让大家比如说听一下我们的神曲《三轮车》，大家听一听，看看到底神在哪里。交警车位哥都敢抢，前进挡超车挡，红灯黄灯就是闯，输人一个大背头，三轮超车就是牛，双手刹把玩命蹬，噼里啪啦去兜风，我载着我的女朋友那
了啤酒粥两口，警察见我都绕道走，见到皮包就伸手，爱谁谁爱谁谁，下车还是锤呀。刚才给大家放的那首歌呢，三轮车本周抽风指数为三颗星。为什么是三颗星呢？因为我觉得三轮开三轮车的都那么有钱，穿得好，吃得好，玩得好，住得好，什么都好，要不然我也去开三轮吧。好了，不跟大家多说了，以上呢就是我们本期的所有内容。如果你想看更多更精彩的神曲，想看更多的神经病的话，锁定到我们的神曲疯人院。大家拜拜。